圆圆圆，圆姓邢，名圆，字圆圆。苏州人，又从杨母陈氏，故改姓陈。原为昆山歌妓，曾寓居秦淮。崇祯末年被田婉所掳，后被转送吴三桂为妾。相传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，吴三桂遂引清军入关。由于他色艺超群，更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连，所以清人将他列入秦淮八艳，并说他是前朝金陵唱家女。陈圆圆因与重大历史事件有联系，名气很大，虽然后来落魄，但依仗其名气，后写回忆录，出卖独家新闻赚了一大笔银子，约有200多万，排第8名。